有一点帮助就可以对谁倾诉，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，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，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往后回顾，来呀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，来呀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，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含住泪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。